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着每冬的二月二十一号，这是世界的母语日。台北市的教育局是伫公馆国小来举办二零二三世界母语日的活动，结合台湾各地文化啦、美食啦，就有这个母语的学习交流、够体验，和咱的学生会当认识到不同族群、够各国的文化，进一步来学习，互相尊重甲包容。或小一点的面包叫 Tupperchen， 在德国有600种以上的面包、哦、小朋友介绍德国的特色美食，顺便为大家做维语的教学。想要学维语，就要对文化开始。台北市公馆国小母语教学设计的美食旅行，就要带学生啊对食的来熟悉无同所在维语。全台湾对北到南，特色的产品拢融合着族群的文化。古都台南出名的蝦仔餅，學生用台語來介紹，特別感覺親切。還有花蓮阿美族的美食料理，同樣讓人學樂。來到苗栗客家莊，有球軟的麻糍，可以當作伴手禮。響應到2月21日世界母語日，台北市教育局規劃了美食的文化活動，邀請到家長和小朋友來做會講母語。今天的活動呢，非常有意義，也很有價值。我們的本土語言结合了世界母语日啊，就是我们讲说跟世界学习啊，开创教育新格局，这是我们市长的啊给我们的一个教育的使命。维语是族群文化的一部分，透过传承才会当延续，尤其是自细汉开始学，将族群的维语融入平常时的生活，也让学生啊有机会熟悉各国的文化，学会晓尊重并培养国际观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